泥地板上明显看出高低落差，长长的裂痕，原本平整的水泥道路呈现倾斜情形，而停车场承重不够，加上豪大雨不断，造成基地上浮是主因。整个基地的周围。 都密布的这个抽水的马达，整个基地没有压中的状态之下，其实它水是不能关的。雨季的时候，地板的上浮的时候呢，会导致我们这个基地呀、也会跟着上浮，一定要把这个外面来的水抽掉。这里是新竹市光埔国小停车场，地下停车场上浮倾斜，造成水泥地板一度倾斜达9公分。由于体育馆还标不出去，上浮未解，明代披夸张，犹如竹市诺亚方舟。新竹市府公务处也表示，近期会尽快委托技师工会鉴定。 厘清上浮原因及问题全责，将在三期工程一并处理。而在桃园也有地板上浮情况发生，杨梅区公所外的水泥瓷砖出现摇摇晃晃、波纹的高低差情形。因为区公所新建还在做最后阶段整理，地下水位问题导致仍有不平整的情形，民众也确实有感。地板呢，有时候会高高低低，没有很平的。老人家有时候走路。 社会会踢脚啊，因为它地不是完全是平的，应该是依地形而建吧。你都完全做平的，可能排水就不好排。 前瞻工程砸钱，水平拼出包，县府也表示已经有找出原因，一定会积极处理，给民众一个安全的公共环境。记者何孟谦、刘志展、李廷熙，新竹桃园采访报道。 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。 非主流观点，我有勇气说。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，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